掰下去，德云社内部不合实锤了。这是亲外甥能干出来的事儿。下一个奖项我们颁发给最具人气的青年相声演员张云雷先生。可以看到啊，张云雷先生已经站在了10米高台上。张先生快点下来领奖啊。步子亮一辈子没见过化学书。德云社文化有限公司从我们师傅那儿卡着，他初二毕业，他儿子郭麒麟也初二毕业，爷俩都初二。这郭门父子两代人一辈子没见过化学书。八卦可能会迟到，但不会缺席。张云雷在南京，叽里咕噜滚下来呀。医生哎，护士他们全都吓坏，手拿着针和线急急忙忙缝起来。爷们表示我来渡劫来了。没有充电宝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的钱积累。你离婚的时候让人把电视都抢走了吧？你离婚你要给一点时间。别别别别别。刚才我们闹着要开始，他说你明天开除啊。我相信我东哥一定会接着我。我接你奶奶孙子。我害你不是咱这领的人。到郭家过不去的身高梗。郭家有超过1.7米的吗？怎么没有啊？我1.93米。你有那1.93米的基因吗？你告诉我去。云雷个头太高，不适合说相声。这我个头不合适啊，这个合适啊。对，可以，那咱试一试，跟谁比？咱们先啊，郭德纲，别跟他比艺术，那比什么呀？比身高啊！孙老师这话也忒扎心。为了他，拜访过四大名山，去过峨眉山，为我；去过普陀山，为我；去过五台山，为我；去过花果山，为猴。花果山干嘛去？给你找大师兄。给你找大师兄？就你们家没大师兄，我看真是太令人孙九方了。我这没出过，那你得出过我的，你去别再。这是咱们观众吗？队长都认错了啊！熟悉我们啊？熟悉什么呀？孟哥哪这么大脑袋呀？二哥过不去的肤色梗。在我说相声之前，我不是说相声。哦，在哪都没矿挖煤呢。看我说我黑，他说的没错啊。我刚才听见有人在嘲笑我，虽然说我看不见你在哪里。人家不也看不见你在哪里吗？一个黑的哑光，一个白的发亮。说相声之前啊，知道咱小伙子是干什么的吗？卖灯碟。一把无情的大火烧黑的，烧黑的。洁白的玉璧，我操！这是洁白的玉璧，咱要点也行。哎呀！春姐，这是捎带谁呢？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黑的只有你。你的搭档像泡了福尔马林，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，你俩站一起，就像有奶巧克力。这包袱砸的不要太响啊！那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妈还给我算过命呢。我妈说了啊，我这人这辈子就适合站在聚光灯下，亮的热热的。对，那你站烤箱里不一样吗？你一个烧饼，你站哪儿不站你？孟哥，我委屈啊！是来自德云社的一个小学生，我叫孟鹤堂。这位老师，你是我的搭档，看看我叫有眉毛。要有眉毛，要有眉毛。对，我就没眉毛，怎么了？哎，谁没眉毛还能给枪毙了，怎么着？小心辫儿哥撒泼呀！